客官，您的酒来喽。眼下，我连红烧肉都做不好了，我还能为你做什么？嗯，我天，这什么破身体，这么快就没有能量了啊！南阳公主，你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？哼，真有意思，本公主会飞不行。公主似乎变了一个人。你这个愚蠢的地球员，居然敢盯着本公主看！你不是南阳，你是谁？看来你这个地球员还没那么傻。我当然不是南阳。我是朵星的王位继承人，超无敌美少女朵星星。你是朵星人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用这种态度跟我讲话，我拒绝回答。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嘛。我跟你讲，我认识阿布查查，如果你敢动我的话，我就喊他。你认识阿布？关你屁事，一边去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闻起来竟然如此美味。这不是给你做的。把剑给我拿开，不然我就叫人了。你叫一个试试。阿布，你听我解释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让下。不是，阿布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昨天晚上我在房间给你烧红烧肉，它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，然后莫名其妙就过了一晚上。哦。你信吗？不是啊，大哥，如果不是我亲自掉下来的，我都不信。你昨天晚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跟他解释一下。阿布，他说他是朵星公主，他还说他认识你。嗯，你真的是朵星公主？你是哪里来的贱民，居然敢盯着本公主看？你以为本公主会低头看你吗？不可能，王冠会掉。你区区一个朵星人，寄身在南阳公主身上，就说自己是朵星公主，这什么逻辑？哼，唐清风饿了，走。好。本公主诅咒你们，吃方便面没有调料包，吃老婆饼没有老婆，吃二奶肉。你有完没完？你信不信我告诉所有人你是公主？你看多少人会抓你回去领赎金？啊！阿布查查，阿布查查，啊！你。敢不敢？你是公主。你看我这熊样，我像公主吗？开玩笑的，玩去。确实不像。想不到当朝公主居然落到如此地步。怎么样，后悔寄生在南阳身上了吧？要你管。你当我愿意管？你走走试试，你看我拦你吗？我就不信你能拦你吗？要我说，你赶紧回朵星吧，地球太危险了，根本就不适合你，好吗？我不。你怎么这么倔？你没有朵星能量，在地球能超过三天就已经是奇迹了，让你回你不回去，哪来那么多自信？我哪来那么多自信？
你看，我就是朵心阿西米亚米拉阿维奇妈妈朵心星公主。真是皇族啊！那她真的是朵心星公主了。唐清风好饿呀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如果说她是朵心公主，那么南阳她……我。